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46面，第四行，对中央啊看起啊，第四行，对第二话念，云何明菩萨话念？菩萨将他闻恶言骂累，毁了毁谤，也毁了父母兄弟姊妹幻想，好像阿舍利师徒同学，亦闻非佛法经。犹如是种种啊，非此菩萨忍力不胜千非，是名外忍。头前的这个苦恼啊，是对来来，其卡寒烈，右臂痛痛，身心挫切，拢是对来犯的。特别是鼻痛、衰老鼻痛，所谓是脑壳鼻壳。外念呢是讲对外面来，这个逆境是对他的人，以恶言诽谤、侮辱。这类的乃至陷害，拢都爱当忍。而且听到别人毁了家己的父母、兄弟姊妹眷属，无论是有意无意啊，出家学佛咯，诽谤你的老师，阿舍利，这还拢是老师啊，好像是亲教师，伊啊。虽然无亲身教我，伊讲经教下，我阁要去听伊个课。这个人就甲称作是啊阿舍利，师徒同学，在咱面前诽谤这个人，或者是啊。诽谤佛法，诽谤佛法经，这种情形下，修菩萨道的人都还会当忍。我的。真侪年以前，50多年前，
也未出家，那伫台中，甲李老师有经教，迄个时阵，李老师派我伫珠江图书馆服务，图书馆是老师创办的。啊，我伫内面做管理员，管理员有三个人，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嘛是咧做义工。有一天拄到一同乡，无熟悉，啊，伊讲伊是安徽人，同乡。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那看到我学佛了，那真像啊，真正来同情我，我惊错了，那会啊去做迷信呢？啊，都有佛教，也含得一批评。我看到这款呢，一切顺利啊！伊安怎批评，我拢点头支持。讲一点外钟，伊真忝咯。我停一杯茶互伊啉，继续搁再讲。种啊，讲了两小时，我讲难得啊！你讲遮侪话。原来佛教是这款的，你啊真正救到啊真多佛教徒，可以回头是安啦，所以信基督教好大事啊！我讲我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，伊讲好啊，什么问题你问啊？我讲啊，咱若是要批评一篇文章，是毋是爱大声甲这个文章看一遍？迄当然咯。啊！我讲请教你啊，你是不是有看过佛经无？啊，一问，哎呀，无看过啊！我讲，阮这个所在啊，图书馆，每礼拜三，这个老师拢伫遮咧讲经，你捌来听过无？无啊，忘记袂用了。地基地弊啊，必见必成啊！啊，你啊，无看过经啊，毋捌听过讲经，啊，你按你来批评佛教。我讲你胆是真大哦，哎呀，南社也有真侪人啊，你唔惊这人甲你爱笑咧？我一句句的一个讲，伊满面拢红起来，歹势咯啊，就走去了。第二天过来咯，带牧师来，真客气啊。啊，有一点君子风度啊，还袂歹，来谢谢你咯。我讲欢迎，欢迎你来听经，欢迎你来听讲，把佛教的毛病拢总查好清楚，你把伊一个纠正过来。啊，你叫我偌济佛教徒啊？啊，你讲的无量啊！临走了后，我边啊有两位啊，啊，阮这个老同修，来教我讲。伊讲啊，伊遐批评啊，我看到你啊，一边咧听啊，到一边拢咧点头啊，啊，拢替你着急啊，无想到讲你最后一步啊，我讲我一个听到知影，伊是外行诶，互伊去发啦，发甲足足诶，啊，这一棒甲拍落去，啊，就有分量咯啊，我你甲大家啊讲啊。佛教啊，是会看你啊批评的啊。我讲对这种人，唔能介伊啊辩驳，伊无看过，也无接触过，就一无所知，多听多说。啊，这种人可以个发作了，接过来问伊啊。呀，咱问伊啊是合理的啊。啊，我欢迎你批评啊，唔是固执啦。也不是说
你呀、啊，不应该，也应该批评啊。但是呢，你一定得爱对佛教了解，无透彻的了解，无讲话资格啊。这是求学的态度，袂当唔知影。所以呢，这个无念是袂用的。念，你甲看咱应对的，拢是和颜爱语啊。啊，无点点啊，太偏袒咱的教啊。这个低这其他宗教无啊。咱讲宗教拢嘛是好诶，深入经藏，你也就明白咯。那以后就变做朋友咯。来这边来听我诶啊，唔是我听伊啊，伊来听我诶。我甲伊讲，佛教甲任何宗教无冲突啦。佛陀在世，有真侪宗教内面的传教士、宗教内面的执事人员，拢来皈依佛陀，来学佛啦。释迦牟尼佛无予伊放弃宗教，才会当来学佛啊？无啊！你伫经典上拢有看到，《地藏经》《婆罗门录》，佛菩萨无叫伊放弃婆罗门教，伊两行拢学啊。婆罗门是个宗教，佛教是个教育。未冲突啦，信仰宗教，伫学校同款的读书，学校无讲你有宗教信仰，未使来学校，无这款。咱家即个讲予伊听，伊也真着惊。而且刚是你讲的啊，不是啊，经典上是安尼讲啊，你去看就明白啦。佛陀是教育，但是现在社会国家该列入宗教了，咱那个称作是宗教的教育。对我爱念，念即会当啊，化解误会，化解对立，化解冲突。如果讲一个听到了受气，那就错了，这个怨愈加愈深咯。你会造成无谓的冲突啦。这也是讲外念。第三，文何明菩萨发念，佛有诸经说义妙义，诸法集经。诸法即灭如涅槃相，不净不破啊！若是念言无量不改是经，不敌是法将不得菩提，是故菩萨恳求诸门同相，是名法念。
华林是什么呢？修下好法就爱念。特别是大乘，咱那对最尊一生教学的这个历史，就会看出来。这一尊看我以后对六亚万都五 BQ， 这是教会开始最初五个学生，以后慢慢愈来愈多，到啊1255人，这个人是相随弟子。始终是对着佛，佛到倒位，因就到倒位，无离开过啊。佛对因的教育，你看头前10年往阿含经、小乘经，咱知影。佛以离地说法，我刚经教下根据离地啊，头前欧记真地甲俗地啊，真地是佛清净的境界，迄、那个境界具清莫测啦，一般人未了解，无了解诶，对伊就无缘分。伊听袂入去啊！伊听了怀疑啊，甚至讲就离开咯。伊毋知影家己的听都无够，伊讲你胡白乱讲。所以啊，佛的教下有增加方便，增加细致。家里安怎来做好人？安怎会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？这大家拢欢喜啊！所以啊，修行内面多分拢是四法，绝对啊，真地真少真少啊，无常讲的啊。诸法即精，诸法即灭，这伫修行真少讲。12年修行过一个段落咯，个峰顶，峰顶那就是中学，甲你啊引导啊入啊大乘。啊，弘定过了8年，真正都立大乘咯，啊，就讲这个咯，讲微妙义，不济啊，不济是大学啊，22年，最后8年讲法华，法华相当是啊研究所，法华经的教义。噶《华严经》是通的呀，《华严经》虽然是最早的讲，无人知影，佛在定中讲的呀。咱啊，一般凡夫是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立定咯。10几日、10天无起来，就坐伫遐。你唔知影讲，佛是伫定中咧讲经啊。
像人咧听呢，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啊，人数无量无边啊，无定功的人未当啊立，而且卡摩尼佛定中的境界啊，那你就无资格来听经。有资格听经，立马立定咯。你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境界啊，所以小圣人啊，无圣人华严，讲这个华严是伪经，不是佛说的。啥人做的呢？良师菩萨做的。啊，良师菩萨啊，对良经来，对传出来。良师菩萨敢会当做华严经呢？会当做华严经呀？迄就是啊，佛陀啊，无通讲呢。所以，咱对于一生世尊一生教下，亲像咧办学校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安尼个人教出来啊，咱学困也是讲无耐心，49年啊。你无耐心，你敢会当毕业呢？唔是咱现在学校啊，现在学校，你看对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嘛爱20多年啊。无20多年这种的耐心，你袂当毕业啊。可是佛法的毕业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什么时候有这款的人，我这回想就有了。哇，这句话讲，在后一半的这个时间，就是啊，后30年了。头前20年啊，无开悟呀，后面20年是有啊。或者回想开悟就有咯，法华回想开悟就搁较侪咯。所以幸福的法华，就无经阿未讲完就开悟了，真过呀！无讲到真无上菩提啊，真阿罗汉过呀，真辟支佛过呀，啊真阿罪啊！所以啊，这是讲对佛法的修学。爱有欢迎，今仔日能继承祖师大德所传呢，啊，佫知影学习的秘诀，为什么咱袂当成就，就是袂当忍辱啊？你敢会当忍10年呢？忍10年啊，就会成就咯。这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前2年的时间，甲儒释道三君，甲文言文学好。文言文无别项啊，是背书啊。第三年，
我把建议给同学啊，无量寿经四十八篇，就是定有四十八篇啊。老师当年教导阮，是用古文观止，和阮家己伫内面去选五十篇，读开始，读开会当怀念，还会当啊讲解。你若会当背五十篇古文，讲五十篇古文，你文言文基础啊就会提着。就有能力看文言文咯，你看《四库全书》、看《大藏经》，文字的障碍无咯。所以话，比如这五十篇的文言文，就那像是《四库全书》的首席啊，《大藏经》的首席啊。一礼拜啊，背一篇，一年都好啊。五十个礼拜，你就学完了。老师个讲咯，进一步讲，如果会当啊，熟读一百篇，两年的时间，你就会有写。文言文的能力，所以啊，无困难呐、啊。咱祖先留落来物件，中国人特别真爱简单呐、啊，上明简单略要详细明了。哪会甲咱找麻烦呢？哪有这道理？所以咱祖先对后人的这种爱护，世上的周到，伫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拢无得找啊！这文言文的发明啊，不得了啊！这种的方法也超越了时空，无受空间位置限制啊。语言是起变化，随着居住的地区啊起变化，咱讲的方言呐、啊，也随着时代的起变化。世界上其他国家语文是走同一条路，几百年后语言变了，前人所写的东西后人看无，澳洲的拉丁文就是一个真好的，只有考古学家也未当完全了解，中国的老祖宗早就知影讲有这款代志啊，所以啊，因有智慧创作了文言文，文言甲语言分开，语言随着啊时间地区的变。文言文是永远未变，你只要去学习，你看加两年的时间，你唔哪个有能力去读嘅，你有能力写嘅，写作真重要啊！为什么用文言文来写作老后后人啊？几百年以后，几千年以后。人看你的时阵，会看了解你的物件。你的信息传落去，伊那真正会得受用。
人真正会得到受用。比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搁较高明。现在科学技术是袂歹咯，你讲话会甲你音录落来，音声录落来，几百年后啊，这个语言也是讲变咯。虽然听听无，也无录音啊。就不如文言文咯。文言文千万年以后的人，伊搁听有。前人的智慧、经验、方法、成果，拢会原原本本的一代一代传落去。这是全世界中国人独有文化和国家族群的界限。那个意思就是讲，文言文应当向全世界来推荐。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是中国有最丰富、最完满的最完满的这份财产，是整个地球全人类所共享的。你只要提到这个钥匙，你就有分吗？四库全书大藏经就是啊，你传家之宝咯。四库全书是五千年前啊，咱的祖先啊，传落来这个珍宝啊，大藏经是三千年前佛陀传落来珍宝啊。你只要有这个钥匙，你就全部拢得机来受用啊！你会当啊，成圣、成贤、成菩萨、成佛，这个啊不得了啊！这个意思咱来了解，来明了，这绝对不是迷信。认真来学习，咱学习，细汉时阵无学着，唔知呀，袂当过你啊。因为什么？爸母唔知呀，啊，袂当过爸母啊，阿公阿妈唔知呀。传统文化所获应该是有200年咯。那咱对于三心偏见、三心误会咯，无想要去学，至少嘛有100年。100年应该是四代，这个没得好知影这个代志。就伫个这部经上，不讲过咯，讲个非常中肯。伊讲仙人不仙呐、啊，仙人。啊！我爸母、阿公、阿妈，甚至啊，曾祖父庙，你唔知这代志啊？
不写斗殿，我有物价，无人甲咱讲啊。在咱的爸母加子女拢介竞争，甲外国人学啊，对家己中国文化身份啊无认识咯。所以也未当拿去怪因啦，我这话讲啊，偌年啊，自毕业呀，偌重庆、重视，哎，原谅伊啊，啊，咱今仔知影咯。赶紧把握时间来补习，把这门功课补出来，咱都啊能力成团呐。这个历史任务。祖宗的慧命，中国人讲的为王姓继绝学，我看那边讲啊，叫好慧命。咱今天呢，还从这个打起来。绝学慧命，哎，对我来啊，团契。你发这款的心，你啊，都会得到三宝威神的加持，祖宗的福佑啊，祖宗的保庇你啊。你是三宝的传人呐、啊，你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传人，作为教会，古叫林立的人。做会到啊！基本上讲，林立成就，你会林，你就会成就。这是啊，菩萨法林。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这款的心态，我了不该是经，不敌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奶奶常常讲，我如果那未该受苦，未该经中。不敌是法，终不得菩提。哎，常常有这个心，我哋家己啊，是苦啊，菩萨困求诸恩同相，念经。努力的求学，古早时阵求学有老师啊，
心思风有啊。你那里老师无了，可能自动倒下的你嘛找无啊。但是你那里有医方便，就是甲个人无共的方便。金主真容易去睇到。这个方便是印刷术发达啦，古早时阵无印刷术，书是爱抄写，抄写你个想看卖，你一生会当写偌济，会太辛苦了。而且你无底册啊，迄时阵书分量啊太少了。你要去倒位去找到书，啊！你去抄一本，现在就唔免烦恼咯。大藏经四科全书，较早的人想都唔敢想，啥人因兜敢会当有一套大藏经呢？我甲诸位同学讲。我伫年轻的时阵，二十几岁，我才知影，阮安徽省一个省有偌济部藏经呢？两套半，完整的啊只有两套，还有一套是残缺的。你就会想着讲，阮啊，迄、那个省文化也算是袂歹，也是古文化。四科有无？四科无啊！四科伫当年总共啊只抄写了七套，国家放伫七个所在。如果你若想要看四科，伫阮的故乡咧，啊去南京，或者是去杭州。那边也有一套，还去那边去抄写。原本是手抄的，这书袂当借出来。现在方便咯，现在啊，咱这个小小的正宗学院，咱啊，这内面都有十套不同版本的大藏经，有十套四科全书。你看，你以前啥人敢想啊？唔敢想的啊！连接得来容易啊，现在唔免遐尼啊辛苦去抄咯。有的要抄错抄漏去，这是上有的代志啊。现在啊，用机电脑多方便呢。你所需要物件，会当啊对数科内面扫描去电脑，印出来甲原子是同款。啊，这方面啊，比个人的方便太多了。问题就是讲，咱啊有个人迄种的精神，迄种的能力，叫你不懈去学习啊，你就成功了。现在成功的人有无？有啊，我捌看到啊。我也听讲个有一几个人咯，无见面啊，拢是伫网络，伫微信电视啊，
因抓到一个秘诀了，就是一门亲力当时分修。那十年八年，伊就成就了。往年这里面最重要是修学环境。家己拢会什么代志，不闻不问，定落心来，这个所在来读十年书，有人啊扶持你，你是自行有人来照顾，特别几多去祈福啊。这个时间的照顾容易去找到。无长时间的照顾，你来成就。人家的同学都嘛知影，我是啊，第三个老师学呀。我成了后，那是讲无韩馆长三十年的照顾。我就无了，唔是欢笑，就是啊，去观经参佛事咯。无可能啊！伫今仔日也伫咧研究经教啊，经教啊。跟大家到底分享，所以我深深感受到佛法的人啊重要，无人扶持你就未成就，无人扶持你家己个认真咧做，锲而不舍的啊，决定的成功。所以我今天在想啊，咱行业技术就是啊，这服务人员咱来聘请，哦，出家人什么代志都免做，读书，我来供养大家，供养大家十年。你若十年真正了解了，无困难啦。这三个君，学文言文，文言文用经典会用哩，用祖师大德的作品嘛是会用。比如讲，印光大师文钞，然后也大师的。天地大师的，这种是明末啊清初，天地大师的德聪随笔写得真好，看有啊，毛一大师的中论，灵峰中论。大篇拢嘛是好文章，咱呐出家人学一个，在家当修要来这所在来读书求学，嘛欢迎啊！我也会发心供养你，你来这所在心定落来，十年无出门。儒释道的经论专攻一部啊，学道的，学曾子的，曾子的文章好啊，一流的作品，
老子道德经无长，啊，八十一篇，总共只有五千多字。喂，这文章啊，拢真好啊！这拢会当啊，做文言文的基础入门。仍然是半路出家，不是对细汉扎根的。对，所以现在骨是真容易啊！那现在拢三十以上、四十岁咯，才发心一来护，不是维护啊！四十岁发心，五十岁出来拄啊好，五十岁发心，你甲看六十岁成就，老寿恒基师五十五岁发心。六十五岁成就，大家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我来啊，想一个方法。无论在家出家，利用这个道场，大家好好来学习。我们慢言放下，一心在这所在求学读书，成就人。这话佛法，我们常讲啊。不孝有三，无孝为大啊！这个孝不是讲人罪，人口不断增加，但是无新鲜人出来啊，这个无孝啊！无人会当啊，继承传统文化。无人会当啊，学富回民，就叫做无孝啊！啊，我发一个大心，供养有人，真正发这个心，您跟我讲，真正发心。上座内面所有代志，绝对袂互你做，互你专心读书。学儒、学道、学佛拢好，因那里儒释道拢欠缺人才啊。儒释道学习啊，拢嘛都爱啊遵守前人所立落来规矩，儒家所讲的高之道啊，贵专啊。俗话所讲呀，以门亲力，当时分修。哇，伫这所在乐观其成啊！希望同修对我所讲的话要认真，我唔是讲笑呀。不是讲算的啊，我是诚心诚意的咧祈求啊。
恁真正发心，你把整洁的环境，恁一年生活费用偌济定一个标准。我会找合法的人来扶持，那昆士兰大学，我送伊个奖学金，这个学生一年是10,000元。四年毕业，我送伊啊40,000元。这个学生40,000，我共用5个学生，无多，一年20,000。四年毕业，我共用恁的期限的10年。要拿一年10,000呢？一人是10,000，10个人100,000。100个人啊，1,000,000，我也会当共用得起。因为什么拢唔免去做，就进入学校做学生同款，好好学习。咱你何发的这大众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伊那用钱无多，恁10年一个人才不过10,000元呢，10,000元培养一个圣人，真的不得了啊！偌大的功德啊，去要倒车的。所以上主这边的收入，就会当来请这个道场内面啊，一寡这个工作人员，完全拢发给伊工资，并且呀，应该认真扶持啊，认真工作。无你制度，也讲是将来啊，这个10年过会空过咯，也真正可惜啊！这个10年，我们深深反省，咱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咱过去的到位，梦阳菠萝。也无算讲真慢，未来10年，咱绝对爱掌握着啊！这个制度也收了真好啊，效果啊，那都一直啊，给发扬光大。我想将来天暗长，会搁再做金蝉佛师，会搁再做发挥。佛法来为啊，净化救助，培养人才，为中国优良文化传统，培养师资，这是咱啊当前最重要的大事啊。菩萨发念嘛，咱过来看下面这条题是：温和明菩萨随佛教念嘛？这是佛教你啊，你爱去做啊？
菩萨会当随顺佛的教诲啊。不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。菩萨亲恼亲灰烦恼啊，都都是三毒，贪嗔痴慢。贪嗔痴慢疑，我常常讲伊做五毒。这念头生起来时阵，作是思维，下面啊，就是啊，佛陀的教导的啊，这种观想的方法啊，自信综合理性。是安怎来的？中和里面，这心对到一来的，四大魔文，不合理性，你安怎灭的？四大分散了。物质现象的身体，精神现象的受想行识，拢总都分散了，灭了。有人想这个啊，众恶生者，何者是恶？就像《楞严经》七处精进共款啊，你去找。对根究底啊，你去查啊，从彼生者，何者是彼？万象如是，从何因缘生啊？佛家讲缘生论。无情众生，因缘所生法啦。中观那里讲呢，我说这是空啊。缘住的时阵有，缘散的时阵无咯。诸善无常啊。变化界是空界，如何察透？已经庄严，万历如是啊！有经内底有科学，华严经的。华中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，你来在讲什么呢？讲宇宙的元气啊！太空对到未来。太空当中有这多星系，这多星球对到位来，星球内底阁有这么多众生，有动物、有食物、有矿物，如经常讲的啊，科学，甲现代最新的科学。不谋离合，科学嘛，行到这个方向咯。宏观宇宙、太空物理、微
全世界啊，量子力学都是佛法里面讲的啊，阿赖耶。科学家讲这个宇宙有三项物件。除这三样物件以外，一无所有。那、这三样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。就亲像咱这个万花筒同款呢，万花筒内底只有三样物件。红的、黄的、蓝的三个碎片，除这以外什么都无啊！你该对伫只内底个细节的变化还无穷啊！这三项物件有经常有共价啊！现在科学家发现咯，能量就是啊！阿赖耶的这个业相啊，信息呢都是阿赖耶的转相，物质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这阿赖耶的三世相啊，这三项物件组成整个宇宙里面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就是这三物件变化出来啊！延寿大师啊，《梵文观》顶面有讲啊，出生有尽啊，我有《梵文观》的时阵，这句我按怎想嘛想未通，哪会啊出生无尽呢？以后忽然间想到细汉时阵在佚佗这个万花筒，啊，就是这款现象咯。我提出万花筒，都真多朋友跟我收集啊。大概我现在有二三十个这万花筒，大家啊，找来送给我。这个原理就是这么简单。有就无复杂啊！微观世界，在佛经内面，咱头前念过，摩顶一摩一顶，摩是鸠门啊。正部内面上界水啊，还摩尖端。顶是衣钵内底啊，上盖水。有经常讲顶，咱肉眼看未到。那顶是什么呢？就是科学内面讲的原子、电子、基本粒子、夸克，讲这物件。最近这三十年，科学个进了一大步，发现啊，微中子物质最小的物质，应该就是量子、小光子。伊个体积呢，是一个电子个。百亿分之一的，那那头前我记，这是五点六，一小科学的呀。
将这个代志，甲咱提示咯。讲一模一定的疑点，啊，咱记载是头前，我来先看卖，是不是会显到？哦，现到了338名，1980年以后，佮加发现的微中子，对，1/100,000,000，是一个电子的1/100,000,000，换一句话讲，1/100,000,000的微中子组成一个电子。在现象，因为空气当中，咱无办法去感觉到啊。我甲人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，咱的心地真诚善良。主念的心态好啊，所有物质现象都变作最好的。咱的心态如果是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杀盗淫妄，啊，你所谓迷点，伊拢会带着咱的念头，咱的念头拢播送出去咯，啊，因啦。啊，拢总拢收着了，也就变成病毒咯。这个病毒就变成空气内面的传染病。诶，细菌、微菌，咱知影讲伊是安怎来？这是大灾难内面呢。杀伤力也是上界严重的，伊毋是火山，毋是地动，是遮个呀。咱袂当讲毋知影，袂当无去注意遮个。所以科学家甲人讲。如何来应对这个灾难呢？叫咱爱呀，气候用先，来改邪归正，来端正心念，甲佛法所讲的理论完全共款。你敢未相信？啊，咱身体有病痛，就是讲来啉咯。无来啉，你功夫未歹咯。但是如何将这病痛化解，这更加重要啊！病痛化解，就是对念头，错误的念头啊。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，哎呀，放下。哎，该修正过来，心内面常常怀着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
像唱下个啊。啊，中国老祖宗留予后人呢，为了到最后只有十二字，念念不离这十二字，厚德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这是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千万年的精髓之所在啊。念念当中不下离啊，你就身心健康咯，你什么毛病都无咯。虚空当中啊，虽然有这病毒咧，啊，这病毒，病毒是附在小公主来做，你要安怎咧？你一个呼吸到身体来对去咯。不过呢，你身心端正，也通过走去咯，不碍事，无去目掉。如果心内啊自私自利、贪嗔啊、贪嗔痴慢，啊，伊你去了后，就跟你连做一个咯，你就中毒咯。都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念了婆罗蜜是咱修行求学成败关键啦，会念伊就会成，袂当念伊就袂当成就。这是佛教导咱的观一切法缘生。是幻啦、啊，幻是原生，你就知影，原住现象就出现，原散现象就无咯。在这里面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啦、啊。菩萨作是思维时，不见所众生，也不见所缘起，也不见呐、啊。将我心啊，也不见将闭气，闭气就是对意思的，也不见将因缘生，就是思维也不清啊，也不闹，也不多，清乎之力这边减少是明，随后高念嘛，这是佛菩萨。大慈大悲，上较方便，教咱呢。伫忏悔心升起来时阵，烦恼现前的时阵，三东五毒啊现前的时阵，要安怎？这就是讲端正心念，你啊，这个毒就化解了。常常做如是观，你就真容易放下。放下见思烦恼啊，思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。见烦恼是心见、边见、见处、盖处个邪见。这物件放下咯，欲多就无咯。六大行是七心如意上的菩萨，我修行你就证得四果阿罗汉，才有外六道咯。念佛的量不可思议啊！临终都爱靠念力
才会成就。第五，文何明菩萨无方所念，方即四方，所是所在。无方所念，无时无处无事，你不能念的这意思。这里都有鼓励，而且暗时啊，能念你是袂当念，或者是你是会当念，暗时袂当念。这是时间，何必方念处方不念？何处方念，彼方不念。这是讲空间。何地色边念，不地色边啊不念。地色是你所尊重的啊，我们啊清显地色，意思就是你啊尊重的人。你敬爱的人，你也对他念；你讨厌爱的人呢，不喜欢的人，你对他就不能念了。这些事情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于早到晚啊，时时刻刻啊，你都会当看到。你看到他的言语太多，喜怒俏骂，你佛法里面来讲，他在作业啊，这个作业里面有善有恶有无忌啊，只要起心动念，佮加着言语造作，阿赖耶迄个经济就真坚固啊！即个经济呐，拄着言语就会起现行，佮无就会出来咯。现在人拢深深感觉到生活环境无好，无论是物质环境啊，也是精神生活环境，拢袂当啊，真如人意啊。苦较侪，乐较少；苦太侪咯，再是七八是苦啊，有两三分的乐啊，就袂歹咯，算讲是真幸福咯。苦伫倒位来咯？伊毋知影讲，这拢嘛是自作自受啊，毋是别人害你啊。你家己逐工咧做啊，啊！你当然都逐工拢咧收，眼前所收诶，就佛家讲叫做花布啊，像伫要共我先开花啊，来生是果布啊。如果咱啊现前的花无好，咱就知影讲来生的果一定是真可怕。
眼前的花若好，花无好，来生的果报一定好。咱都要认真的去想看卖，无想别人，想家己。我伫这一生当中，即工的当中，即礼拜当中，只要受到即块。我是有比苦恼多的，也是自在快乐较多。你只要想这样的问题，如果忧虑烦恼真多，不是好代志。说明什么呢？所以我鼓励三度是真君咯，也个真君。如果心地清净，喜乐多，这真好啊！你个天堂行个真君，如果你每天念佛的时间多，一天24小时，你可以念13小时、14小时，超过一半了。那你就会知道说，你跟阿弥陀佛行得很近了。你往生西方就有指望了。这个道理未当讲唔捌啦，这是甲咱啊切身的关系啊。但无认真学，无好啊去学，将来变怎呢？为着家己，来以心念佛，放下万年啊！那是为苦难众生，迄都爱给。果性之绝学，足如来之慧明，这功德啊太大了。啊，咱来问讲，这功德是不是往生？你家己想看卖是不是往生？祖先啊，幸贤保佑你啊，佛菩萨加持你啊，只要你心内想要往生，佛菩萨啊就会来接引你啊。你为佛法立了大功咯，那拄着这缘咯，袂当无做，无这个缘，那也去攀缘，无求，这是佛教道理。无缘那是去攀缘呐，错了。也清净心失去了，原来找你呢，这一应你啊，
有缘啊，认真去做；无缘，独善其身啦、啊。可怜的教训啦、啊，谎言来兼善天下。无言爱独善其身，拢嘛是好事啊！修忍辱，以明定心，对待一切众生。善知识非善知识，拢得爱修忍辱啊，菩萝蜜啦。下面讲咯，菩萨本意，唔是知识去平道忍，唔是知识就不忍。菩萨唔是安尼思，一切时一切空，相性忍心，是明啊，无空所忍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总是一味平等。这是啊，菩萨的心态。阿罗汉的心是清净心，菩萨的心是平等心，佛的心是大觉。咱的经对清净平等觉，觉是分啦。佮看地六，六温和明，菩萨就处处念，有人有寺庙、寺长、有妻、男女，这男女是亲属啊，大岁是老人家囡仔，来我如是众生念，无皆不念。哎，换一句话讲，我家亲眷属拢会当念。唔是家亲眷属，甲我无关系人就袂忍，就袂当啊忍咯。这是错误呀！菩萨忍者就不如是，唔是像顶面所讲的，如虎庙变成忍。将道路变成念吗？将道路是印度话，印度四种阶级之一。印度的人民最尊敬的就是宗教。所以婆罗门的身份地位在印度是最高的。第二啊，就是刹帝利，刹帝利是王族，国王大神，伊是排第二。第三者则是工商，占多罗排在最后。占多罗是什么呢？是多灾业啊！太低太牛诶！从事这种诶职业，真正啊粗鲁啊！这种人伫印度诶，这个社会无地位。
我出现的世间，众多属性平等，所以佛弟子当中有占多罗出身呢。在佛会下，同款证阿罗汉果啊。佛法这个经团内面一律平等。佛教导咱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拢爱有耐心。耐心是啊，性德。为什么呢？诸行内面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所以诸性原原本本，伊啊都是念。就性德来讲呢，念的念头都无。但是做假完完完完，世尊已先教学。噶，这个念看个非常的重，所以在一切经论内面讲上罪啊。念到引用的这段，是对《宝训经》内面佛所说的这十种念。那其他经论内面拢嘛有讲，讲的啊拢嘛同款的啊。所以爱修处处念，第七，闻何名菩萨，非所为念。这是对事，头前讲对人，为事故成念，为利故成念，为慧故成念，为受他闻故成念，为上亲友故成念，为慧念故啊，成念见效，感觉到修体升起这种的念性。菩萨上修无念，是名菩萨非所为念。菩萨念是修行当中的德行，不因任何缘故，而且祖祖连连灵念，但是初学的人未用，初学的人无这种的认知。常常随着感情冲动，也都是心无清净。尤其现在人心浮气躁，啊，现在教学真困难呐。啊，咱要学习嘛是不容易，但是啊，真正会晓学的人。先学的人，现在这个环境对修学是真正有利。
特别是临了婆罗蜜啦，因为你一旦讲是第一切时、一切处，你拄到一切人、一切事，拢会互你啊生烦恼。哇，这句话讲，就是你修忍辱的教习啊，修忍辱的教材太多太多了。你对早到暗，你会去常常拄着，你会当忍袂？你会当讲心平气和来对待袂？伊啊，做作一切不善，伊有因果。咱若会当甲提醒伊袂，最好莫讲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若会当讲真虚心，听别人来啊苦劝，伊真正会甲伊讲，你就爱甲伊讲。伊若是无爱听别人的批评呢？啊，你就莫讲啊！讲来安怎？讲来伊分离啊！那伊袂当介意，万分离啊！伊讲你看伊无起啊，啊，你就会结冤仇咯。啊，所以啊，家己都要有智慧啊，去观察。言外有分寸啦、啊，对外面的境界都要看个清清楚楚，永远保持家己的端正心态，这才真修行啊！端正心态是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做未到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保持着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安尼就好。咱的境界就会啊不断向上提升啊，这真重要啊！啊，一句话讲。今仔日这个社会，一切事、一切处、一切人啊、一切事啊，啊，拢伫咧甲咱啊考验。考验你什么咧？考验你啊，到底是认真咧做还是假的？你若是真正咧做，如如不动，是真啊。清清楚楚，一点啊拢未糊涂，那是智慧。修筑经典圣贤的教诲，那是概论。真正做的人，每天拢在修戒定慧，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处所、什么环境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拢总是变作你啊修戒定慧。所以现前的环境。对待真修行的人是好环境啊，大幅度啊帮助你提升。而对海带懒散的人呢，那就是非常唔好的环境。为什么？伊会对着对落落去啊？在环境的当中，无清心满意啊。所以啊，满腹的怨恨、烦恼不明啊，
这也、啊、不如意，那个也、啊、不如意，你行到倒位拢不如意，为什么命是安尼生啊？唔是讲换一个环境就好啊，唔是安尼啊。那另外，今日佛陀讲的话啊，境随心转啊，心若是好，去到什么环境拢好。这个环境非常唔好，你去的伊就好咯。境是随心转的啊，唔是心随境转啊。莲严经上讲甲真好，六念转境即动如来，你就是佛菩萨咯，你会转境界啊。好，环境所转啊，你这是凡夫，无论带来什么环境，拢会互环境所转。啊，今仔日这个世界环境，你去倒位找一个佛菩萨的环境呢？找无啊，拢嘛是啊。染污啊，严重的染污的环境，所以不管你去到位，愈染愈深。了解到这个道理，在这所在定居下来，心清净了，将来慢慢这环境就会清净，你真正得到安乐了。安心办到，有几个人扶持都有够咯。将来修行功啊，报恩就报这几个人。容易解决问题啊。古人讲一句话：“安贫乐道。”这句话讲啊真好啊！孔子的弟子颜回，就是最好的榜样。安贫乐道。在佛门内面，真多古今大德，最后啊，变成是一代祖师。你看，伊在年轻啊修学的时阵，苦行，伊无修苦行，你就未当积德。你不好，你就未当成就。古人讲啊真好啊，好德载物啦。你的德不好，你未当啊去承担嘛。好德是倒位来修呢？都是在人事物环境内面来修的，啊，那修临烈成就的，每当临都无成就咯，每当临都会当成就。有婆罗蜜、佛家菩萨修行的六个科目，人们功课，阿大公你拢会用，按怎讲拢会用。每一道来对，拢完满。含着
其他的五道，不是教你一个一个来修，一修一切修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伊即是道，道即是一啊。修布施，布施如法，迄就是持戒波罗蜜啦。布施要有耐心，忍辱波罗蜜。布施的心未当啊，简单精进波罗蜜啦。布施未受外面环境干扰。万亲那平等，禅定波罗蜜，我是三轮体空，或者波罗蜜。任何一道内面，啊，拢嘛是圆满含了其他的五道。别意就是特别强调，我特别强调，在六种里面，一个是布施，一个是忍辱。布施也当啊，即功累德啊。而忍辱呢，也当保持你的功德。如果你不当忍，你所修这个功德，虽修。所以就破坏了，流失去了。临了内面呢，第一个啊，伊就会直接啊，这个对象啊，亲会，你有亲会心吗？亲会心才起来，但《心经》来对我讲啊。一修功德啊，你偌侪年的修这个功德，一个发脾气拢修了了咯。有偌大功德，你就想看嘛，你对什么时阵无发脾气？而且你的功德啊，早起发脾气，咱以前的功德都无去了。阿弥陀发脾气，今仔一天的功德都无了。功德难呐、啊，太难了。所以布施修这功德容易啊。保持不容易啊！这个道理，咱来啊，给去个想化麦，别安怎？这真正会当把这个啊，忍辱波罗蜜做的好呢？你认真去学《地主规》，学《感应篇》，学《十善业道》，这三个根啊，再稳咯，忍辱就有根咯。无这三个根，忍辱学了后，学咯，你日常生活当中无路用。每天啊，上快也是会过发脾气啊。目前的念头赶快也会起来啊。你哪会当有成就呢？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